现在把那个门关上，这个门关上。你们知道我设计的原理是什么了吗？我设计这个大玻璃，就是这面是已经成了两边区域了，这面是大狗区，这面呢是小狗区。然后咱们一会儿把那个门打开，把那狗都放出来，把这些狗，他们这些狗不搁这边活得挺和谐吗？咱们把这些狗都牵到后院来。现在这个区，这面这个区域已经封死了吧？看到了吗？这两个门已经锁上了。现在他们狗从前面来，只能上那个山道后院了，啊、嗯！所以咱们现在开始放开门，放狗，把这些小型狗都撵到后院，然后咱们把大型狗全部打开，啊、嗯！现在就是这么个设计的啊！咱们现在开始尝试啊！然后这两边这个门没安呢，找人把这两边门看住了啊，看住两边门，然后过去引狗，好了。就够了，你端个破碗应该等着吧。来，兄弟们，今天到了你让你们开心的一天了，全部解封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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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解封了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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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你看这狗还搁这山上玩了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！你看，你看，孙子兵人玩，你看，你看，哎，你看，聪明的知道生日玩了，哎，这不都上后院了吗？啊！来了，来了，来吧，上那边去俩人赶吧，把这狗赶过来吧。上来你就给我尿，你胡吧！你看这狗，你看这狗跑多开心。来，继续来，把那狗都给撵过来。不是给前面玩，我得把那个前面那个门那块我得封死，我得把那个门都打开，把那些狗放出来啊！我要把那些狗门打开，狗放出来，他们那些大狗就搁这院里玩了呗。这些小狗还不习惯。是这意思，来吧，来吧，大场面呢，全放出来了。台底儿，台底儿。这屋得摆七八个床。行了，够了，一圈就行。一、俩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个。房间都给它铺上哈，一圈一圈的。这屋有点小，这屋大。出来，这
是哪屋？这也是小屋。小屋能摆五六个、六七个，大屋能摆八九个、十来个。把那个大的拿过来，这个大的，这个大。这个大。这个门也打开呀？这个吧，这不是石头。石头呗，来。石头呗，你选个屋吧。你在这屋行不行？那得走，来，不打名字上去跑一圈。挨个床都想占。保安来。保安，来。去这保安哪个屋都想去。锦鲤屋，锦鲤屋，啊，就先扔门口吧，二楼门口。要下雨。你看这个，这虚竹上台了，这个我弹跳力比较好啊。那个门都是开着的，这个因为这个没有建设完呢，所以说咱们现在不能打开这道门啊。如果这道门打开了，这个门都打开了，这个门关上，还有这个门关上之后，这个狗这边的门关上，这个狗就可以住里面的屋子，然后还可以住外面的屋子。所以说你看到了吗？这扇门，它的作用是什么？作用就是把狗都隔开，这面都是小型犬温柔的狗，这面都是。大型犬不温柔的狗，说这个门打开之后，不会有任何的他们能触碰到，所以说这就给他们做了一个第一步的隔离。
这一放出来就撒欢儿啊！看，这玩的。完全停不下来。哎呀，藏这儿了，巴克，皮皮，哎呀，花郎，哎呀，金豆，哎呀，豆啊，哎呀。啊，大宝，大宝，大宝，哎呀，小孩子，小妞，这屋没有入住呢，我一会儿得陪着他们入住啊，看自己不累住呢，是，都往这上拉粑粑了都，我现在没铺垫呢，咱家这垫子。我让他们先适应适应，明天我给他们铺垫，铺上垫，看他们换新环境得适应一下。你看金豆就专门挑着猫啊，在跟着猫较劲。你看这金豆，这里面的狗都放下去了，把大狗都放这院了。啊，这是大黄那个孩子。啊不，这飞檐走壁好像是。那个小黄是大黄的孩子，萌萌在那屋呢。外面院子还有几个狗没抓回来呢。啊，这个小狗没抓回来呢，它搁那混的挺好。哎，这小狗给抓起来了。咱们现在开始撒了，你看哪个，比如说，有问题的或者爱打架的狗，咱们全都给它隔离。都没有问题的，不打架的狗，咱们得给它放在里面。现在挑选，给他们一个适应的机会吧。熟悉了之后，他们就不打架了。哎，你们是真不省心呢，一下午终于都整回来了。进屋吧。那有床，你们一人一个分配，就躺着就睡呗，是吧？瞅人这几个多好，这屋还没入住呢，这屋也没入住呢。呵呵，他睡了，他自己在那睡了。这是今天外面不热，那外面要热的话就都进来了。自己找地方睡觉了，自己找地方了。他们没习惯在后面呢，全在前面待着呢。对，但是来搁这儿有点陌生，属于古道气味。下完了，那猫。快点看，太热了，这哪儿呢？这哪儿呢？现在该洗过了。喂！哎呀，对呀，操，这院子不如铺轮胎呢。铺轮胎都比床得劲儿。他们都换地方生活了。大娘，这个来回走，开门哈的，一定看点狗。